大家好，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用这个 GDP WIN MAX 玩星际争霸的视频啊。我们就用一个比较讨厌性能的毛子来录吧，打个合作残酷，普通残酷。那么我们开始排啊。星际争霸的话用手柄玩太坑了，所以我还是用键盘和鼠标吧。虚空撕裂，一张比较经典的地图，帧数可以在左上角看到，画质的话等开打后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星际的读条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。看一下画质吧。很好，很高兴看到你。可以看到分辨率是1280×720，然后画面质量是高。好几天了，很多好兄弟都牺牲了，我的基地没法再撑太久，快在他挂掉之前帮我拆了那些虚空撕裂者。屏幕有点反光，不过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看来又一个撕裂者要冒出来了。把贴图质量改成高了。最近没怎么打合作，所以有点生疏，大家不要见怪。看到在高画质高贴图下面的话，打起来好像帧数是有点下降，不过总体还行吧。虚空撕裂者已被消灭，啥玩意儿？原来残酷家就是也有一些。很有对付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
跟突变差不多，也有一些因子啊。突然想起晚上科技也没有声音，接敌！有坏消息。
击。数降的有点低，就十多帧了，不过没有完全卡住。要再遭到猛烈的攻击，我们需要尽快撂倒那些虚空撕裂者。敌人似乎要来考验一下我们的防御能力。虚空撕裂者被击败了。OK， 搞定。那么这样测试下来的话，高画质玩是可以玩，不过就是
用毛这种英雄满屏都是单位的话，然后在激烈战斗的时候帧数会掉的比较低，但是也没有卡的不能动。实际上的话也可以用选别的英雄，或者把画质稍微降低一点就可以了，应该帧数就能够有所保证。那么感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